看来今天的午餐有着落。爸，大灰狼跑出来了。妹妹不要怕哦，爸爸保护你。爸爸，你有没有乖乖吃饭？有。那你有没有乖乖写功课啊？有。写功课，你要快点回来哦。就像一直陪伴在宝贝身边，凯安智能保姆，随时关心孩子的生活，给他更多爱与照顾。凯安智能，触动无限可能。凯安智能家居。